在这一边呢，它是function fx 2x fx 等于 2x over x 减 h x 不等于 h， 因为 x 等于 h 的时候分母会变成零。然后它叫我们找 h， 这个是9放进去变成18，所以这样我能够知道，就是说我的 f 9等于18，然后 f 9是2乘9 over 那一个9减 h 等于18 ，OK。所以在这一边，其实这个是18等于18括弧9减 h， 我把我这一个整个乘上来，然后18越，所以我在这一边会拿到1等于9减 h。所有的 h 等于9减1等于8，所有的 h 等于8。然后在这一边它告诉我们 gfx 等于减 2x 加1，所以 gfx 就 g 里面放 fx， 2x over x 减 h 等于减 2x 加1。然后在这一边我们的 u， OK， 这个是 x 减 8， 这边我们已经拿到这个应该是 x 减 8，OK， 所以 let u 等于 2x over x 减 8， 所以 u 乘 x 减 8 等于 2x， 然后在这一边我就有 ux 减 8 u 等于 2x， 然后我就有 ux 减 2x 等于 8 u， x 抽出来 u 减2等于 8 u， 所以 x 等于 8 u over u 减 2， OK， 好。然后这一边的这一个我们再继续做下去的时候呢，它就应该是它就会变成 GU 了咯， G of U 等于减2括弧 8U 和 U 减2加1，然后它就变成减 16U over U 减2加 U 减2 over U 减2，所以它会变成减 15u 减 2 over u 减 2， 然后这一个我把它的上面全部乘减，下面也乘减了，所以我的 gx 呢会变成 15x 加2 over 2减 x， 这一个我上面我抽减出来它变成 15u 加2，下面我也抽减出来剩下那一个减 u 加2，OK， 所以这一个 x 不等于 2， OK， 这一个是 v1 的。然后接着 v2 呢，它要找 fg4 的时候，这样我们先找 g4 先， OK， 我就简单一点，我直接找 g4， g4 是15乘4加2，然后2减 4， 所以这一个是62减 2，然后减31，所以它是 f of 减31。来，等一下我看一下有没有错啊？这一边15乘4加2 over 2减 4， 然后它就变成减31。So f of 31， fx 是 2x over x 减 8 哈， 2x over x 减 8， 2减31 over 那一个 x 减 8。减31减 8，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它就是2乘 negative 31， 然后 negative 31 减 8， 然后拿到的是62/39，所以是62/39。好，就是这样。